鬼子这条山路，前面不远就是部落的寨子。附近还有别的路能走吗？没有了，我周围都看，只有脚底下这条路。有顾虑。老大，鬼子追上来了，咱不能进寨子。为什么？会给寨子惹麻烦。那就原地阻击。 鳩山队的断送客流，确定是吗？是的。嗨，行。别开枪！ 什么人？这位兄弟，我们是中国军人，你们大长老认识我，我们今天无意冒犯，只是路过。少这个套近乎，认不认识我们大长老，跟我们回去趟才知道。我们有重要任务在身，现在不能跟你回去。如果你认为我冒犯到你们了，改天我登门向大长老道歉，行吗？ 如果你不敢跟我们回寨子，那一定没安好心。队长，这么拖下去不是办法，速战速决，答复了再说吧。他们都是平民老百姓，咱不能动手。更何况一旦干起来，会惊动日本鬼子。你们在嘀咕什么？我告诉你，这周围都是我们的人，你们是跑不掉的。我知道。你带路，我跟你走。那就请吧。我们又见面了，大长老，洪子杰。 怎么又是你们？你此番前来，又何意图？没有意图。我们在执行任务的过程当中，误打误撞的碰到了您的手下。我刚才说我认识你，他不信，非要叫我当面对质，所以。洪子杰，你认识喜娜？认识，她是我们师部非常优秀的护士。如果您没有别的事情，我们要去继续执行任务。不急。 来人，摆酒宴，马上开。 三代、ずるいやつらめ。イダグ、この方法で当てるか。騙されたんだ。前に逃げたわけじゃない。森に戻っていたんだ。早く引き返せ。はい。行け。
中国人有句俗话叫“一回生，二回熟”，照这么说，我们应该算是熟人了。大长老，请我领了。我们还有任务在身，我们该走了。不，既然到了我的寨子。 酒，就该由我先敬；话，也该由我先说。啊，请坐。我敬三杯酒，说两件事，还请洪兄弟能顺应我的提议。我是您的晚辈，您叫我洪子杰。至于您的提议，只要是合理的，我都接受。好。 这第一件事，我替小女喜娜向你赔个不是。喜娜是您的女儿？对。我怎么理解您这句话？好理解。退婚？退谁的婚？装什么糊涂？当然是你和我阿妹喜娜。我和喜娜？ 喜娜是我的掌上明珠，自幼娇宠惯了。有些事，她不懂得按照规矩办。虽然她对你情有独钟，并将定情之物赠与你，但奈何部落严苛规定，我不女子，不能与外人通婚。所以，还请你不要介意，全当是小女喜娜。 一时冲动的莽撞行为吧。这块玉是我奶奶赠给我阿妹喜娜将来送给心上人的，但你没有资格拥有它。大长老，这里头有误会啊！喜娜送我这块玉的时候跟我说这玉是保平安的，我不知道它有什么特殊的含义，而且我跟喜娜只是战友，我一直拿它当成是我的妹妹。当真？军人不说假话。你既然尚未婚配。 又整天和我妹妹在一起，我们怎么知道你是不是敷衍糊弄我们？哼，我们还整天跟喜娜在一起。是啊，我们都直属师部，这每天抬头不见低头见的，这很正常啊。不对，玉只有一块，为什么偏偏只送给了你？我要知道这块玉的来历和含义，我一定不会收下的。 而且我早就有自己喜欢的人了。好，我相信你的为人，那我就代喜娜收回这块玉，就当这件事从未发生过。伊达君，捜索室では。 特山では見つかっておりません。きっと地元の村に隠れてるに間違いない。中に入って探せ。事说明白了，误会解释清楚了，我们该走了。不，我的意思啊，喝完这第二杯酒，我希望你们永远都不要再踏入我们部落的领地。大长老。 您说这话有什么道理啊？那我们从这儿路过，都不可以啊？不可以。山是你们家的，路是你们家的，你说不可以就不可以。小子，想打架是吧？打架？怕你啊！上次动手你赢了吗？长官，都坐下，都坐下。 子杰，我们不足。 是受山神的庇佑，得以在此安身立命，世代相传，从来都与世无争。而如今，你们一直在和日本人作战，我们不想卷入你们的是非之中。日本人居心叵测，为非作歹，我们。 绝对不会跟日本人走到一起。
同兄弟，我也不希望因为与你们亲近而得罪了日本人。我们不足，很弱小，生存在你们和日本人之间，实属不易啊。所以，还请你们能体谅我们的难处。大长老，您这话说得挺明白，意思我也理解。可您这事儿做得不对啊。您这是鉴于其处，哦，左右都不得罪，夹在中间做个老好人，想自保。您这如意算盘打错了，日本人早晚有一天会来到这里，到时候他会平了你的债了，杀光你的族人。我劝你还是拿起武器把大家团结起来，把鬼子打跑，那才是自保上策。你凭什么资格跟我阿爸这样说话？我凭的不是资格，是道理。阿满，阿满，小兄弟，中国人的书我读的也很多，道理并不一定比你懂得少。我可以告诉你，至少当下，这是我们最好的选择。大长老，您的意思我懂了，请您放心，从此以后我们一定不主动来打扰部落的安宁。但是也请您相信我们，如果有一天日本鬼子侵略到了部落，能跟你们一起并肩作战的，一定是我们。日本人，你赶快把他打了，我去拦住他。好，那就让我们共同喝完了这最后一杯。自此以后，大陆朝天，各走一边。如果我们部落真有落难，需要你们协助的那一天，我会代表部落都感谢你们。大长老，大长老，不好了，日本人冲进来了。好吧，一定是洪子杰他们把日本人给招惹来了。我不连累你们，走。啊，慢慢慢慢慢！如果你们现在出寨子，就会连累我们。阿曼，你带子杰他们去我的居室。阿爸，如果日本人知道了，我们就麻烦了。大长老，我们不能去你们居室。这是我的部落，是我们的领地，你们要听我的。快，带他们去。跟我走。都不许动，都不许动。长官，这么晚了您到这儿来要干什么？我们可都是安分守己的良民。你这里的官勋，是您有话跟我说。中国的军人在这里。长官，这是我们的领地，不是中国地。军人是军人。军人啊，对对对，我知道您是军人，到底要干什么？混蛋，拿给我三个字。嘿，三个字，让开。来过。哦，我明白。来人，给长官倒酒。我问的是，有外人在这里吃饭？不不不，您不算外人，您随便吃。報告します。平和の中にはいません。報告します。山田総機の中に見つかっておりません。探してないところあるか？
あの頭の部屋はまだ探してません。行け。はい。坚持。所有人都不能出去。します。頭の部屋に見つかっておりません。服部閣に連絡しろ。特産隊はここに隠れている。動員を出しておけ。はい。看看，伊达君が中国特産隊を見つかりました。何だと？奴らを見つかったのか？はい。アキラ、また行くな。すぐにこの父が支那特戦隊の奴らの首をお前の棺に捧げてやる。奴らどこにいるんだ？伊達君の報告に特産隊はアチョン族の集落にいる。将軍閣、今すぐ増援部隊に向かわせるかどうかご指示をください。指示も何にも、特務隊に伝え、速やかに足尾族へ向かえ。
自己を繰り返しても。アキラ、この血のせいだ。許してくれ。将軍家か。ご安心ください。特務隊は伊藤君の力になる。すぐに伊田に命令しろ。阿賛族の村から撤退するんだ。将軍家か。どうして？目指せろと言ってるんだ。撤退だ。これは命令だ。はい。找到中国军人，我就杀了你！怎么可能？我们这里只有猎户，没有军人。保護します。ハトリカカが通話したいと思います。ハトリカカ、なぜですか？特戦隊はここにいると確認しております。はい。はい。聞け。集合しろ。帰ろう。看见鬼子走远了，这莫名其妙的撤兵，会不会是有什么阴谋诡计啊？这里头肯定有文章。去跟大长老告个别，咱们先撤。不用告别了，你们赶紧走吧。记住，以后不要再来这里。你什么意思？请替我们转达对大长老仗义相救的感谢。
老是不睡觉，身体吃不消啊。那祁连城，他们都在呼呼大睡吧？哎，你们特战队这回可是帮了我的大忙了，要不然日本人飞机一来，我那2000多号人马就遭殃了。多待几天，好好陪我喝几场。警卫员，让伙房赶快给我弄几个下酒菜过来。老营长，我这待不了啊。我来找您是想让您给我弄辆吉普车，我要回师部复命去。车是现成的，不耽误这一顿饭。我在门口看您的部队在调动，什么情况啊？子杰，我的前沿观察哨回来报告说，鬼子在大平这一带的炮兵集群有移动的迹象，我估计他们是要把阵地往前推移。现在两边僵持，很难形成对峙。您觉得他们往哪儿推呀？表面上的僵持，最叫人提心吊胆。有两个地方具有战略意义，一个是你们撤回来的时候经过的当地部落居住地，可那现在住满了人，可能性不大；另外就是邦南这一带，这儿最有可能。我不能眼睁睁的等着到时候被动挨打，我得提前做出部署和调整。防患于未然，姜还是老的辣呀。你小子嘴上抹了蜜啊，今天是专捡好听的说，我喜欢听。報告、加賀、空港再建は命令通りに始まっております。ただ時間がかかります。これは秘密任務だ。お前が人選して執行しろ。絶対に失敗は許されんぞ。はい、将軍加賀。聞いてもよろしいですか。昨日伊田君を止めたこととつながりがあるでしょうか。君とは十数年の付き合いになるが、まだ軍機としては話せないこともあるんだ。ただ一つだけ言えるとすれば、一つだけ君に言えることがあるとすれば、それは今まで払ってきた大きな代価と。こう失うという苦しみに耐え、シナの戦闘部隊に自由を許してしまったのも、すべては天網星華さんを成功させるための鍵なのだ。すべては最後にこの戦争に勝つためのことなのだ。はい、承知しました。深い将からまだ返事は来ないのか。まだです。多分これは彼の拒否態度だろう。あいつは必ず来る。もうすぐ支部に到着です。先に将軍加賀のところに行かれますか。いや。まずは弟が遭難した場所に行く。はい。
哟，刘专员，你怎么来了？是不是有什么不舒服？没有没有，我找胡蕊蕊有点事儿。胡医生啊，啊，刚出去，我给您叫一下。哦，不用了，我去他诊室等他吧。啊，您忙您的吧。好，有什么事尽管说啊，别客气。没事，忙去。刘叔，哦，蕊蕊回来了，找我有事儿吗？我呀，最近这个心脏老是不舒服，老是觉得气闷的慌，过来找你看看。是吗？那我帮您听一下啊，检查一下。对，张队，我把衣服扣子解开，我听一下。好。好，可以。平稳呼吸啊，蕊蕊啊，洪子杰回来了，知道吧？是吗？嗯，没听人说起过。哎，小伙子不容易啊，千难万险的把日本的那个机场给摧毁了，打了个漂亮的胜仗，好样的。嗯，好了。心率什么的挺正常的，没有什么问题。心脏不舒服有可能还是因为没休息好闹的。没问题就好。我呀，这心换一个地方，睡眠不好，我估计跟睡觉不好有关系。我爸怎么样？都还好吧？啊，老头子没什么问题，能吃能睡能喝的，好着呢。我每次去啊，看他都精神着呢。嗯，不过。我这听下边人说，他可是没事就拿你照片看呀。没关系的，回头我跟他说，你在这儿安安全全的，还有你刘叔在，让他放心就好了。就是，他就那样。谢谢刘叔啊。我现在闻着基地的空气都是甜的，这空气哪儿甜了？不过齐哥，我倒闻着今天厨房肯定炖萝卜汤了，馋了吧？今天晚上我炒几个好菜，好好搓一顿。别，就今天算了，我晚上有事儿，咱们改天的啊。哎，别，你不吃，我们仨吃呢。哎，好好休整，我找股长汇报去。哎，老大，你吃点东西再去。心事重重，想说什么呢？队长一直都这样，哪有什么心事？你了解他，我了解他。蕊蕊姐，蕊蕊姐，洪大哥他们回来了。哦，是吗？你忙什么呢？上次给营房消毒的时候，把特战队宿舍给落下了，现在给他们去消消毒去。不用了，我都准备好了，就在那门外呢。我先去了。对不起啊，连长好，哟，齐连长又来了。
路过。忙着呢，我来的不是时候。没有，你们什么时候回来的？刚回来，这不是一收拾完就来见你吗？受伤了？我们这当大夫的，看谁都像病人。你希望我受伤啊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在想，你要是没受伤的话，你跑我这儿来干什么来？我之前不是答应你？我出发之前跟你说过要请你吃饭的嘛，做人得言而有信呢。今天晚上方便吗？谢谢了，今天你第一天回来，好好休息吧。再说今天晚上我要值班。您这有病没病的总往我们这儿跑，干脆申请到我们医院呗。哎，你这主意好啊，干脆教教我打针，等我没事的时候可以来给你们帮忙嘛。那太好了，打针不用，我们外边有批药有点重，您看什么时候方便工作啊，齐连长？就别麻烦人家了。不麻烦，一点儿不麻烦，这事儿就交给我了啊。再见，再见。谢谢齐连长，辛苦喽。抗战服务嘛。